小丽怎么了？咬到嘴巴了。吃着最心爱的炒饭，结果竟然咬到嘴边了。噔噔，零零五四三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零零零美食街。那今天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家里，那我们要去一家叫亮妈妈的面饭馆。那我们要跟我们的家人一起出去，这里的光线可能会不好哦。那我最喜欢吃那家的炒饭。好，哎呀，妹妹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去前往那家店喽。来，外套穿起来。对，这样子光线比较好。拿走了。好，我把外套先穿起来。不要太。爸爸帮忙。好，那这个是我自己画的，漂亮吗？漂亮。我觉得漂亮。好，不要帮我回答哈。哎呀，那我们必须要等一等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去。我要测试跑步，会不会咬坏观众？那我现在怎么没有什么话说？可以加些音乐。好。不要。Google Pay 暂停录影，暂停录影。来了，走了。打灯。好，打后灯嘛。出去就亮了。哦，好。不打灯。好，然后呢？我们等一下要去一家叫廖妈妈的店，那我们要前往爱买的路上咯。这有点像我上学的路上，好怀念哦。B， 好啦，礼拜三就上课。路线是从后面。哦，好。全速配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等等吧。唱几首歌好了。在那河畔转着咖啡，我送一杯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语的嘴。花田玫瑰名字写错谁，高外气球风吹到对街，微笑在脸上飞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。礼物不是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搁在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亲爱的，别信你的眼睛，再说我愿意。保养很大。加了，你保养到那河畔转着咖啡，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花田玫瑰名字写错谁，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，微笑在天上飞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。礼物不是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搁在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。
人轻易，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甜蜜之地，飘香水的回忆，一整瓶的梦境，全都有你。幻想在一起，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谢谢大家，喜欢我唱歌的人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那我们继续有第二集哦，去看下一部影片，去看下一部影片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。那么下次见，拜拜！看下集，看下集，留言，留言。GoPro 关机，那我们是刚上一集的下一集咯，我们现在都是同一集。都是同一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准备去吃。亮妈妈的，不是要吃那个吗？我不是妈妈。嘿嘿，小心了，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要准备去我们的亮妈妈了。在这个路上可能会有点陡，不过它应该是防抖的，你们应该是防抖的。哇，家具耶，你们看一下家具，好。那我们看一下亮妈妈在哪，好像还要很远呢。哦，这里，亮妈妈面饭馆有没有看到？看见味道了，走。嗯，有味道，有味道。还是火锅店。火锅店味道。火锅店，讨厌火锅店。小心。然后呢，是那个我们要去吃咯。看一下，这是他们的菜单。然后那两个是雨伞，啊，这个是爸爸，啊，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妹妹。嗯。好，跟姐姐坐，来跟姐姐坐。我们要等我们看看扬州炒饭，扬州炒饭。那我们要等菜上来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要记得订阅我，按下小铃铛会收到影片通知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，见吧，拜拜。零零五四，零零五四三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J。那我们这个也是续集，看我们的餐点单喽。吃了，来享受一下饭的美味。如果是台湾人的人，我很推荐这家餐厅。好在也推荐和桥屋、桥板屋，还有福盛里。今天我们有在桥板屋吗？对，今天有去。没有看的人可以看一下，优质摄影的桥板屋。吹两年哈，好。哎哎，我的饭呢？那吹两年哈，等一下。我的饭。那吹啊。我的饭。都尽量少，对不对？少抽。对。有的话没关系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要抽。不能那么挑。看到是吗？
懂。那就是他写给你啊。作用就是说你不要说的话，很方便。对啊。对，够了哈。汤水的味道就像铁的味道。我吃干的面。虾子都给妹妹吗？请问它是什么炒饭？扬州炒饭。扬州没听过这个。好。哎，炒饭。吃两个。好啦。我拿三个汤匙啊，那你就拿两个汤匙。大陆妹，大陆妹，大陆的妹，正比为福山莴苣。对啊。会有提示。有水。我还是喜欢大陆妹。也有。脆脆的。好吃吗？有种啪啪啪的味道。啪啪啪。跟我。这当然了。加班多少？这什么？服务员。服务员。这个笨蛋吗？是这个笨蛋。好。那我们就来一起啊，还有这个肉，我配点炒饭，不然会不好吃。没有。哦哦。这新的菜色呢？有酒味，嗯，应该是麻辣锅吧，肥肉的味道。喝很久，放我口袋了。好吃，给鲈鱼好不好？要试一下。鲈鱼，你先亲口再给他们，你有吃吗？啊？你东西要先亲口再给他们，有点酒味，对不对？还是没有。吃肉吃不出来。看看。算有一点。有点油，我也不要给。好吃。哎，你们吃这个番茄鸡块的是吧？好，我要小块的。那接下来这个番茄鸡块。这很烫哦，要先放旁边。我找一块鸡。那我找一块小的，然后放旁边。先放，好不好？先等，先等，那要等下。有人会说啊，这个番茄炒这个是你的，这个番茄的是我的，我都把它贴到上面。妈咪，你要干嘛？哇塞！哇！小丽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咬到嘴巴了。哇，你先多点一点嘴边肉嘞，好吃吗？不好吃啊！那这一块你还要吃吗？小胡，这一块你还要吃吗？番茄鸡。吃着最心爱的炒饭，结果竟然咬到嘴边了。噔噔。我吃掉了哈，帮你吃掉吧。好吧。来，嘴巴擦一擦。等一下就要回去啊！妈咪，赶快吃！妈咪，你出来了没？那还要拍吗？走，肯定留下。来到哪里？这边，那边，下面。嗯。好热哦！关灯了。哎，嘴巴没有擦干净哦，嘴巴还油油的。等一下，妈妈去付钱的。我们多吃了一道嘴边肉，妈妈也常多点这道，都不给爸爸吃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。